我怎么被干了？我都懵了。哦呦，这一队，一整队，一整队，那边一整队。哇，相当美。这怎么叫菜呢？这叫做苟且。三个都倒了。你看，我刚才对赢了就666，没对赢了就围攻，正常。符合我蓝宝的一贯作风打法。好了，漂亮。强啊，兔脸！二了四个。这在下面的防区吧？不是四人队吧？不是四人队。他们两个在固锤。三打一。袁姐那个。拉闸三打四。推右边是。哦，这边漏双闪，漏双闪，三打一。我能救，我能救。没抢。赶紧过来呀！赶紧过来呀！再不过来没了。赶紧过来呀！赶紧过来呀！到我左边佛，到我左边。哎，菜这件事情不掩饰的。我没讲了啊。什么用了个雷呀、啊？啊，可以呀、啊！哎，可以。我万丈错了，我想中野马。可以呀、啊，海豹。你要骗、哎、你差点把我炸死了。可以、啊。马甲跳牛逼啊！马甲跳。我也炸死了。我这个六不要六。马甲跳牛逼啊！马甲跳，干得漂亮啊！马甲跳。你这一波菜掩饰了我那一波菜呀，牛逼啊马小跳！人在哪儿啊？哇，我搞半天我都不知道人在哪儿。哎呦，这怎么有毒啊？前面二层楼，前面二层楼两个，然后正前方最远点那个防区一个。难受啊！我不有啥难受的？拿一样。没假呀我。你看一下左，看一下左手边毒去马小跳，有没有人？哦，不可能！前面一个圆点，一个圆点，二打一打是那个圆点吗？啊，对，那里有一个，看到吗？哎，二打一，二楼房最后一个，二楼房最后一个。马小跳牛逼啊！马小跳，啊，不要往右边进圈就好了。马小跳牛逼啊！马小跳，感觉要没。哇，这波操作，我以为是张乐涵扔的。我是小风烟，小风烟，结果是对，你懂的，然后就是都吃了就。牛逼！有点难受。风烟过来。本来是我自己，哎，我被我自己菜到了，打了一下午，终于菜了一波。不然我再不菜，就是说收了钱的，或者是没收钱的，黑我为了爽的，这心中就有点压抑。得要给他个机会喷出来。阿猫，你往右边走去，那个坡就赢了。人呢？一楼。就在房子里面，一楼没看到吗？一楼看到了，应该。看到了。跑出来了，听他们。拖拉机后面，老杨，拖拉机后面。对，就这个车后面，卡车后面，卡车后面。就是卡车后面，就是牛皮。杀你一个，没有零杀时间。你吃屎去啊！现在才杀一个。吃鸡了。老夫十一杀。强啊！我说错了。